开朗了，然后也是跨现在很高潮啦、啊、那么会呛我现在他是学坏了。嗯，我觉得现在不会特别去指定他们一定要打桌球或做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想玩什么，家里有什么就玩什么。然后我觉得弟弟吧，弟弟我还是希望他有一个比较像军事化的就是管理训练，就是等于进球队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好像男生的话可以比较稍微严格一点，那女生的部分我自己是觉得会比较辛苦，那我自己不希望啊。但如果他们喜欢，那是他们可以做的，因为我对男生还是比较严格一点。对啊，主要就是希望他可以提早进入一个算是小型社会啦，让他能多自己有承担一些自己的担当。然后我觉得他进到可能球队给他目标不是你一定要有成绩或是要名列前几名那种，就是让他一个知道教育跟纪律这方面。我觉得我对品格还是比较严格一些。弟弟要他现在什么都打，我们家里有球他丢，然后羽毛球、桌球，然后他也踢足球，也有棒球那种可以黏的，他什么都玩。他就是一个很好动的小孩。哪个球类比较就是擅长？哪个球类哦？比较喜欢，或者哪个他？目前他的手上拿东西的桌球跟羽毛球还不错，棒球手上拿东西也不错。我之前在节目讲说，可能有一些硬桥突破，那现在状况。现在啊，就是 OK， 很 OK。现在就是比较开朗了，然后也是跨现在很高潮啦、啊，那么会呛我，高潮，真的，对啊，现在他都学坏了。是，这一次好像现在很厉害、啊。对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